Anyway， 就是我希望今天回去的时候先稍作休息，然后如果真的有被约出去的时候，我也会全力以赴。哦，所以有被约出去就会全力。我说 if， 我说 if， if 哪种全力？体力上。哦。全力以赴去之前会准备什么？准备把自己洗干净。全力以赴一次大概都多久？两三个小时吧。这么久？对对对对。因为杨仁刚刚看起来好像丹田的部分是蛮熟悉的，对，但丹田可是又离腰蛮近的，所以杨仁本身腰力是好的吗？可能跟唱歌有关的这种腰力。哦。唱歌要用到腰吗？因为可能肌肉要出力。你是不是唱歌都用腰力？我不会唱歌。屁嘞，你一副就是很常去唱歌的样子。没有。那你觉得他唱什么歌？他都跳舞的。你应该哦，你是在你是跳舞的对不对？那养人腰力好。你是在跳 Vogue 的吗？不会，看 Vogue 摔。好烦。腰力好吗？腰力还不错啊。哦，所以平常是怎么练习？就是去健身房练。哦。自己高音的，人家要说高音的技巧是会夹屁股，要夹，你是会夹，真的要夹的比徐光汉的屁股还要夹。哎，徐光汉破一票反而露屁股，真的要露吗？那我要去，我要去看他怎么夹。在被主持人差点摸到进去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紧张感觉？还好，因为海芬姐也是从小，从小一起合作的，对对对。兴奋吗？被他摸的时候？可能被你问会比较兴奋。谢谢。多久没被摸？我是说属于那种禁区哦，自己摸可以算吗？哎，那上次摸什么？上次摸什么？你说自己摸吗？对，就是昨天晚上。怎么样？洗澡吧，洗嘞。看自己的春天呢？有点烦。逼问。我的春天哦，今年唐老师是说会有啦。哦。对，然后会。但是说是天蝎座会遇到比自己年纪大的，你可以吗？考虑。对啊，你也知道男人就是，对啊。男人怎么了？会不会乱讲？没有啦，都可以。我觉得谈得来最重要。我一直很希望可以交到那种可以一起唱歌和声的，真的真的。然后你去随便哪一首歌，他可以。当下的即兴的这个合唱这样，张帝啊，带一个比歌高七，张帝那是即兴创作，跟即兴合唱合音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，